户外泳池，游泳的地方，什么禁止游泳？可能是这个泳池太脏了，关闭了。灯塔，水深0.8米，也是不让游泳的。这里怎么感觉是泡温泉的地方？户外温泉，机房种地。请勿参观。看到了一个灯塔，半岛湖吧。对面是个灯塔，放大给你们拍下灯塔了。